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自己出任务的一天哦，很硬耶。我今天要签约，现在有点紧张，我怕写错什么鬼一样。然后今天的任务是去嘉义收一台机车，重机忍一千。然后你看我上全身空空，我连安全帽都没戴。我是想说，到那边再现地吊打啦，到那边再买就好了。哦，平常也很少在骑那种重机啦，所以我没有很正式的安全帽，只有瓜皮帽而已。所以我是觉得我去那边再买就好，然后买一顶可以回来撑得回来，然后之后再看看吧。但是今天呢？还要从那边一路骑上来，其实我也没骑过，然后就试试看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要赶车了，好硬哦！上高铁啊，看，目前是包车厢哦，现在就往嘉义出发啊，到那边客人会开车来载我。最近天气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在想，也许下午骑回来之后会遇到下雨哦，那就很吃力了，我就不知道要骑到什么时候。下午就骑到好天气吧，直接往嘉义出发，走。到嘉义了，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讲什么，很痛苦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到嘉义，等一下我就跟客人联络一下。嘉义天气还不错了，今天感觉骑车应该不会太热，是个还 OK 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已经到嘉义了啊。那接后面这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忍者一千，好，2014年的。来，我们先带您看一下车子。哦，它有副脚架，然后还有两个行李箱。忍者一千它的定位其实算是跑旅啦，就是让你长途旅行的重机，所以它会有这个行李箱可以用。然后这个是Kawasaki 原厂的，哦，赞哦。这台车是2014年的，那当初出厂的马力好像有124匹吧，车重221公斤，其实以一台小车来换算的话，马力其实蛮大的。用车子来看的话，啊，看一下它的配备，啊，这个车主有装保杆防倒的，然后前碟，然后它这个是41mm 的前叉，看起来是正叉吧。啊，这就是离合器了，这大家应该都知道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后避震可以调软硬的，给你调整预展。那据车主而言，他们是从来没有调过。然后这台车它要改装一个狗骨头，就是在这里。好，车主说他为了要降车高，骑起来比较舒服一点，所以有去改这个。那其他全部都是原厂，脚下。引擎看起来是还 OK 啦，没有看到落叶。然后这个油箱，来跟大家看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仪表。哦，它的仪表还是有指针的啦，哦，看起来还算是蛮对位的。然后这台车呢，它有可以调地方，就是这个上面有个 power， 那个有没有？这个 F 呢，就是给你全马力。那往下这个 L 呢，就是可以调整让你的马力输出没有那么大，它帮你减掉一些，让你骑起来可以不用那么暴力这样。下面那个123呢，这个就是它的循迹防滑系统吧，大概是跟车子来比的话。然后这个一段跟二段就是让你就是比较平整的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两个段哦。那3呢，可能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比较路况不好的，那它就让你的车胎可以比较滑动多一点，让你比较骑起来比较舒服。off 就是关掉，啊，关掉就是大家各凭技术了。等一下我们骑呢，就是骑开一就好了。那，据说啦，车主他们都没有调过了。那我先调到 F 好了。哎呦，平均油耗是公里1公升16.8，那现在总里程是11994。
早期啦，2014年到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现在有问题的可能就是我的技术能不能撑得回去？这样，我刚刚有问过车主啦，他是说这个车是好像是他叔叔在骑，然后因为他脚受伤了，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再骑这种车。那我刚刚是有给他建议说，如果他想继续再骑车，可能可以适合骑一些美式的啦，或是复古的车子。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啊。不管，反正他已经想要处理掉啊。小事就是说，就蛮有兴趣的，想说买回去玩玩看啊。啊，来，现在大家发动一下，听一下引擎声。四缸的，还有 ABS， 但是2014年哦。现在一些重机上面都有一些滑离啊，滑动离合器，它应该是没有，所以等一下打档不顺就不要骂我，我是真的很少骑重机。哎，这台当初买多少啊？记得好像六六，我记得是车价。嗯，它没有算后面的一些配件，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买。对，行李箱是另外买。还有脚架，这我那时候去彰化特别找。哦，这个原厂我那时候在用。也都没有。对啊，对啊，这都是我另外自己去找。就好像有在玩这种在玩跑车的，才会再另外去加爱车的会去买这个架子。对啦，因为这实在是车身整体都还是比较重一点。嗯嗯。长久这样压着，会变形，很不好。对对对对。而且那时候一买是买前后。前后。因为毕竟这样架起来，其实你的整个车身都还是变成还是会刺在前轮。嗯，到时候这个会给我。来，没问题。这不是很想卖，但是就是碍于家人，就是没有办法骑它。嗯哼哼，反正要找这么低公里数，说实在真的。对啦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调，按下去它前面这里就可以调。那、你要冲的时候就下来一点，想要顺顺骑就上来一点。对，这个老流啊，就是让你骑乘的时候可以破风的，不会让你骑得那么痛苦，因为风打在脸上很痛苦。而且你又骑重车，不自觉一定会骑快。他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买银色的？漂亮，真的。你考过 Kawasaki 不是应该绿色？绿色的，对啊，对对。但是太，我们在讲修黑花。黑花。对对对对。哦、太显眼。对啊。而且大家，我觉得在买忍者的时候，都好像是从800在下手，但是我觉得1000比较经典一点。马力已经跟一台 PS 台一样。嗯。但是它车重差很多，所以其实是很会跑的车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就是去过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很有心的帮我们把油加满，还打蜡过、哦，我们自己慢慢推的。感谢陈大哥送我们，可以耶。哦，这行李箱可以哦，完美，赞。好了。我们看完车子，现在要去监理站先过户，然后再签约。车主怕来不及啦，我怕拖延到我回去的时间。我也是慢慢骑的，没关系，看几点可以到就几点到，那就 Let's go。好啦，客人很好心的帮我们换一颗新电池。啊，为什么要换？因为刚验车的时候它就发不动，我们去隔壁机车行借个电池把它发动来才验完，所以就拖到很多时间。啊，这颗是新的，啊，旧的被拿走，可能刚一接行车记录器，然后它就死掉了，所以决定回程的时候也不接这个东西。然后不可以，一下就到了。然后大家有没有对这台车很熟悉啊？对，这是小师之前的玛塞拉蒂，他还好好的活着，新主人对他照顾了家，每天给他车库住，很赞。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近况啊，就是一辆事故车，哦，好像撞到一些蚊子什么的。好了，这样我可以回去了。哎，我好像要去先吃个东西，不然我会饿死。好，那我把装备上一上。
家这么客气带我来吃这个宴会厅，实在是太客气。这是茶，这是茶，不是酒。这间是当地，你们这边都会来这边吃的。对，就是我结婚还是什么，大家是都会固定去哪一个餐厅吃。就是、啊、这就是最 local， 就在这边。沙拉。他们其实也就是做一些那种游览车啊，进香团那种。这边是离朝天宫很近的。旁边。其实你刚刚，我刚刚有经过的，那是武德宫。武德宫是财神。就是财。对对对对，不是财神爷，就是金龟蜜混。哦，金龟蜜混，南瓜嘛。哎、欸，你听得懂台语吗？听得懂啊，听得懂那就好。哎、欸，很好吃哦，这个南瓜煮得很烂，很好入口，然后它没什么调味啊，就是南瓜的味道，很清爽。我说真的啊，男生真的要多吃一点南瓜、啊，每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射物线都会有问题，男人。多吃南瓜会比较好，可以吃鲍鱼，新鲜的鲍鱼，感觉如何？不错，哦，哇，打包下去不一样，哎，好吃哎，有点像外国人，我，哈哈，我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正港人。哎，你要介绍这什么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这个海鲈鱼。海鲈鱼。不翻译外，今天会孤独的吃饭，然后孤独的回去。还好还有孤独的自己来。还有陈先生陪我吃个饭这样。哦天哦，鱼肉不错。现在在赶工。是西米露，我觉得我要赶快上路。感谢，来，现在看一下，从北港这边要骑回去，他跟我说我要5小时50分钟，所以实际来算，我回去的时候大概是12点。真的要这么硬吗？不行，我吃太饱，等一下应该跑不快。让我们看试试看可不可以5个小时回去，4个半小时，希望6个小时我是受不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。然后现在要全装备上去，但是希望他可以撑回台北啊。这个我就不录音了啦，这个没办法录了。谢谢，然后我要回去，好啊，大家帮我祈祷可以安全的顺利回去，好，路上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好嘞，我好像骑错路。现在我人在二里，据说是在彰化。小七休息一下，先说一下感想好了。从嘉义骑到这边的感觉，加速很顺很快，然后其实蛮猛的，不愧是工程级四缸车。但是骑乘的姿势还是要稍点前倾，所以骑久其实手腕还是会有些不舒服。但然后我不知道是我技术。应该是不是还不是很好啦，所以换挡还是有点坎坷，因为他车上没有档位显示嘛，所以我不太确定自己现在到底是几档。他只有 N 档灯亮过去，然后就不知道现在是几档。120几匹的马力在一台摩托车上是真的很够用。据说北部现在在下大雨，然后我等一下骑上去。感觉会遇到雨区，好像有雨衣啦，但我不确定回到台北会多晚。然后我等一下要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在哪啊。但是加速真的很快，很猛。你如果没有抓好，很容易就觉得你被拉出去一样。不愧是忍者，还是有一些坏习惯的，就是起步会吹一下，但是你骑野狼的时候才需要这样子。
这个一档放下去，它自己就往前，所以其实不用吹得太用力。有时候我骑一骑会忘记我在骑一台一公升的档车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现在先看一下 Google Map， 我现在到底在哪？那我等一下要怎么走？哎，我快可以接61吗？他为什么都不让我走61？我快到台中了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才会接到61，这还要好久哦。啊，再就是继续上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通宵，现在下加个油，加满大概500吧，我猜啦，因为剩两个站就跑下来加了。骑快速道路的心得呢，就是加速快，车子也很稳，有侧风也没什么好怕的，唯一缺点就是屁股好痛，所以下来走动一下，顺便加油。上都是虫，虫子我要清一下，这样好亮哦，受不了啊！骑车出来玩真累。现在的位置在这里，回去还要2小时。我在这里混越久，就是越晚回去。好啦，油加满了，我要继续。好啦，油加满，我要继续冲。现在我已经经过香山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7-Eleven， 还有学长，我真想吐。梅子路槟榔港没有槟榔西施，距离台北还有100公里，艾琳老师疯了。全联福利中心，福利熊，熊福利，福利熊。我们要上快速道路了，快，快一个小时，我就解脱了。好，现在在五股，应该算是巴黎，要上去
去五股，上六市。我觉得我还是骑回公司好了啦，在大概32分钟，那就一鼓作气把它骑回去吧。现在停下来只是因为我要装麦克风，台北这边再下一点小雨啦，但是没有之前你们说的那种大雨，那希望这个不要喷掉，不要再喷了，谢谢。好啦，上路啦。那个伸缩缝好可怕啊。伸缩缝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哎呦，哎呀哎呀，就是喷我水啊，就是。好啦，360好像快没电了。好，哎呦，我们接下来就是顺顺骑，离公司还有22分钟，22分钟，下大雨，现在是下大雨吗？有没有很大啊？干，就还好。喜欢的。好，后续等他晚安。晚安。他平安回来了。对，我平安。没有被学长，Hello， 历经5个小时从嘉义骑到台北，我昨天到达的时间大概是12:10吧，扣掉前面在从嘉义迷路到彰化的地区，蛮好骑的啦。哦，那个在西滨上面超过学长是还蛮顺，但是我很怕被他们收走。啊，一路骑上来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好玩的？没有啊。有没有跟人家尬掐一下？没有，我很乖。你很乖。对，是吗？我都还被125超车，被进站超车，没有车啦。啊，没有车、喔。西滨上面怎么会有125？西滨125不能上去吗？可以嗎。高速公路要不要渡过？你搞阿扁。哦。你渡过？我渡过啊。我马渡过啊。渡过，我要跟着他后面，我送到他下交流道。对啊，我也是护送他。你也是好人，他。对。这时候才会觉得哦，干重机如果可以上国道就很方便了。要不然一趟路骑4-5个小时，真的会死掉。我现在这边是酸的，这边也是酸的。是哦，啊，中间呢？中间会不会酸？这边也是酸，屁股也酸哦。对，你那个会不会顶到那个油？这里吗？对啊，我这边那么小，顶不到啊。哦，我刚好检查油箱没有猫，它没有一个小小的凹洞。好了，象征那样做。好了，骑了那么久回来，其实骑个重机出去玩蛮爽，但是不要像昨天那么硬。哦，你这样跑了半圈了嘞，哈，台湾差不多啊，半夜，然后还遇到下雨。其实我回来在台北才开始遇到大雨，其实台北那一段是最累的，其他都还好。然后很讨厌啊，很多虫，都是虫。事故车啊，对，外带全家人，叔叔伯伯阿姨，他回来我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听说宜平要拍一片推车，我要拍片哦，你要拍一片推车啊？假的啦。然后把它以前的历史全部都弄出来，然后再讲一次，所有的功能啊。对，我昨天有讲到一个错了，它这个是倒插，不是正插，我讲错了。然后它还有入档的时候踢侧柱，它就自动熄火，安全装置。对，这个是安全装置啊，我昨天不知道，回来才发现。啊，其他这台车状况还不错啦，蛮好骑。好骑的定义是什么？很顺啊，顺很顺啊，而且它一按就发动了，可以一按就发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有的车要发两次，好累哦，再不要骑那么久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啊，我们才可以再收一种车，让你频率拍推车。我吗？啊，谢谢，好累好累。好了，这是很硬的嘉义台北来回。你有骑过那么久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他算是被逼着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小清单。可能去年份的都骑完了。
你的人生有这种清单吗？就是要骑多远或者环岛？所以我们帮他完成一个小清单。我的清单是在日本环，不是在台湾环。那要赶快，剩四年。剩四年，你是。极速科技专营车用三 C 音响主机。